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来说韩德尔的家和舞曲 C 大调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把音认出来。第二，把指法搞清楚。第三，句子要怎么去分段？一开始咪三指。它这个拍子呢，家和舞曲的拍子，有没有？你有没有发现它很多都是一拍、半拍、半拍这种打法？这个节奏呢，出现在这个曲子里面非常的多。第二件事情，我们来认识它的指法。这首的指法非常的容易，我们只要摆在哆来咪发嗦，一二三四五就可以全部弹完，不需要换任何的位置。好，最后呢，你有没有发现它有两个哆？重复了，通常我们只要重复，就一定要做变化。所以最简单的变化就是我们来换手指。所以这边我会建议你非常刻意的去做这件事情，就是，明白吗？经过换指，好。第三件事情，我们要来分句。第一句话是这儿，家和舞曲里面的拍子不是都这样吗？有吗？所以你看哦，它第一个，这个就符合它的拍子，对吧？然后一拍一拍，然后你会发现它第二个在这儿。因为这个原因呢，所以我们 re so 跟 do re mi 这中间我们要画一条线，因为它是两句不同的话，可以吗？好，继续哦。所以这里是一句话。好，然后好。因为这两个呢是接在一起，所以我们把它最后整个当做一句话就可以了。这里要记得换指法。那这个版本呢，它这里有写一个装饰音，也就是正音。那我注意到有些版本它是没有的，所以你就看你自己弹的版本是怎么写。那如果说有正音的话，我们要弹这样，一二三四五六就够了。下一件事情，你有没有发现它中间有一些圆滑线？这些圆滑线就代表说你要把它弹成连起来的。那换句话说，它如果没有这一条线，你是不是就要全部分开呢？所以弹起来会变这样哦。那么你会发现说，我的手腕，我只要没有圆滑线的时候，我手都是下去抬起来，等于是我手腕下去一次，然后。但我是做比较夸张给你看了，行吗？然后它 re so 因为是圆滑线，所以我手腕就只会下去一次哦，行吗？就是我等于是我好像下去上来带上来，然后
三次，下去，带上来。可以吗？好，那当然，你在弹的时候，你不需要做这么的夸张，大概这样就可以了。可以吗？好，先认音，从哆开始，哆西拉嗦。西嗦，哆发，好，再来呢，这边会有一个大跳，嗦嗦，然后会结束在哆，可以吗？好，第二，我告诉你指法，因为我们分组的关系，所以前面这里呢，它都没有换位置，一二三四。二四一五到这儿都不需要换位置，然后这里，眼冒，你的搜本来应该是四指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它为了要换位置，所以它把它换成了一指，这边要扩张。如果说是手小的人呢，他弹不到，那你就用跳的吧，就是等于说你看到哦。我偷偷的平移到这儿，好，然后再结束在哆。那左手呢？它完全都没有写圆滑线，所以我们就比较容易了，因为都是一样嘛。那你唯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，地方就是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这边会做一个音量的处理。好，这边没有关系。那你看到我从这儿开始，我会让它两个两个一组，就像这样，so 跟 c，所以 so 会大声一点，c 会小声一点。好，下一组，so do so 大声，do 小声，so 大，do 小，fa 大，so 小，so 大，do 小，弹起来就是这样。所有的细节，我希望你可以一步一步的去完成。当你看到这个曲子，也许你觉得它并不难，但是我相信它中间没有写出来的细节，也许你都忽略掉了，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。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把这些细节都做出来。你要弹得比别人好，你的细节就要比较多。好，我们把它合一次。好，第二行。你跟第一行稍微去比较一下，你会发现它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它唯一有改变的就是大声跟小声。所以第一次你弹的时候呢，你就是尽量弹，稍微有一点点用力，可能会比较好控制。这样子的话，你在第二行要做小声会比较容易一点。
再来第三行，我们一样先把音看一次哦。咪二指，咪发嗦拉，有没有？它一样又是这个基本的节奏又出来了，有没有？永远不要忘记这个节奏哦。而且它是一个圆滑线，所以照我说的，它就是。它等于说你的手腕就是刚好下去上来，画一个像半圆形一样。好，然后拉索发咪是，那么你会发现我的手腕就会动，每一次都动。好，然后可以吗？好，哆，四指开始，一样，圆滑线，然后小声，这边呢，它就像一个三度音，如果说我把它。右手放下来的话，你们到这儿都是三度音，当然最后这个不是。好，好，我两手示范哦。好，然后小声。第四行又跟前面一二是一样的，太好了。所以你会发现这首曲子呢，其实它真的练起来就只有两行的事情而已。最后一件事情，因为它毕竟它的标题是家和舞曲嘛，对不对？它是真的以前是可以用来跳舞的。那既然是跳舞的话，你的整个音乐的感觉就要稍微轻快一点。所以呢，我们整首听起来大概会像这样子。最后要结束的时候，可以稍微有一点点渐慢。希望这首曲子对你有帮助。就这样，拜拜。